朋友们哦，拜托一下，我们总是要有订桌的程序啊，哈，啊，希望帮我们，广为宣导一下哈。第一就是讲，这个好点哈，市价是3500块，只要你付2500块。订桌的方式在哪几个地方？第一个就是本会的，楼下一楼，再来就是头城区议会的办公室，再来就是宜兰市农会，还有东山农会。再者，这十个乡镇里面，除了大同跟南澳乡没有以外，因为他们都是比较，路途比较遥远，所以只有十个乡镇的财政课在上班期间，8点到下午5点，中间休息一个小时的时候没有订餐。还有我们这次马祖文化节的网站也可以订桌，它总数量的桌数是有1500桌的数量。那最重要，咱伫个订桌的上位啊吼，啊咱的买碟的时阵吼，咱是送给大家吼一箱的钱币，哦，能够促进咱产业观光、产业价值。所以订桌每一桌的买碟拢有送一箱钱币，啊，希望大家吼为了我们订桌的时间在我们8月26号到8月30号。为数5天的时间，那5天时间，如果在第4天或者第3天1500桌完毕之后啊，我们会宣告我们的桌数都已经订满了，啊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增加这个桌数。啊，我们总共餐厅有18间的餐厅参与建这次的盛事，那希望大家宜兰县或是全国，我们对我们马祖这个信仰，或是真的要来对地方产业的一个参与，大家共襄盛举，应来点头哦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